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七的微影。咁我哋嚟到呢一个格斗系道馆，而家就要去挑战啦。上集讲到送信啊，俾大吴，咁俾咗佢啦，就见到有个嘅火箭兵团啊嘛。好，十三呢份而家应该冇调整过等级喎，因为通常廿几呢噶嘛，如果有改到嘅话。希望可以一剔过啦，唔知得唔得？廿零呢嘅火猴，唔知得唔得啦？好，飞沙拳。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个七的魅影咧，系算系一个几好玩噶啦。我都系第一个，即系第一只嘅改版，亦都系玩七的魅影嘅。其实咁当咦十八呢啫，完全唔够我打啦，系嘛？十八呢正反。望下歷史 ，OK。哇，有地震，大镬两波，我都话大镬。口之方冇用啊，口之方。咦，我快过望下歷史喎，咦，咁有计啦，有计啦。好，咁啊打埋呢个再讲啦。今日都要专心啲打呢一个七的微影。好，腕力火焰车，十字切。即刻攻擊喎，佢唔係選擇用巨大化，咁佢呢隻就係燈眼啦，岩崩 OK 唔緊要，火焰車扣一半多啲，死，仲有一隻咩啊？利奧路火技啦都係，好嘢，我力量壓過咗喎，實在太勁啦，令我吃驚啊！零八巨大花呢招技，好咁就搞掂啦！我第一次玩嘅嗰晚，亦都系七一的魅影啦。当时系好新鲜嘅，对呢只 game 咁都系就冇而家呢个画面咁靓。当时都唔系话好核突嘅，系都 OK 啦。咁但系系嗰阵时先开始知道有呢个改版嘅存在。咁之后，但系。之后都唔系直接去玩下一只嘅，最后都唔知点样冇玩到一排，跟住呢一年又玩翻咁样嘅。好 ，OK。所以呢只七的魅影算系一只叫做带动呢个改版嘅市场嘅一只 game 系啦。当时系完全唔知道有呢咁嘅嘢嘅，完全唔知道有人整呢咁嘅嘢同埋。整呢啲改版咧，真系要非常有心机啦。好似呢啲咁嘅美化地图咧，系极之困难，同埋一啲嘅即系增加一啲新代嘅精灵咧，都系非常之麻烦，非常之困难嘅。好，呢一度就要全部禁晒人嘅。OK， 好，之后就上嚟俾入场费。之后就攞小偷技，好，之后就问呢个嘅人，然后就打啦。我谂应该差唔多可以捉揾到我啲精灵，希望快啲有啦。我如果唔系用呢只都太屈机啦，猛火猴进化咗更加系添。OK， 德文嘅行李箱。诶，结果你喎，你赶走佢噶，又系呢条友啊，极度串嗰条友。好，之后就上去上面系嘛？呢度改咗条路喎，呢度都靓咗啦条路。好，哎呀，唔想行前咗添，我唔应该打双打，我唔紧要啦，追击，全部都系嗰啲咁嘅。正念啪啪同负念啪啪，好，音速拳，好，再嚟多下音速拳，好，搞掂，十三嘅疯狂乱斩唔要，呢只佐罗我都系用佢嚟降一降对手嘅能力啊，即系譬如用灯眼啊或者假哭啊，不过假哭其实都好少用，因为我只嘅猛火猴咧就好少会有。特攻技
系啦，武特攻击添啊，好似。好，土狼犬。好啦，我发现咧有一支好型嘅精灵喺附近。哇，系有阿龙。报复应该用音速拳先啱。电光丝就系啦，冇得拣，都系是但拣一招噶啦呢一度。OK， 负电啪啪。哎，好耐冇见啦，我咧揾精灵嘅同时咧，自己都变强咗。下马威，再打挑呢、這个咩沉拨啊？找对手的炸，让对手不能连续使用相同技能。都有用嘅，其实。咁啊，掉走灯眼啦。好，小日鱼音速拳，哇，泥巴射击，音速拳。Oh my god！追击，哇，争一血死埋，诶，又系你挡我路，阻我去路，嗰条友成日都 好，继续打翻啦，呢条友小妖，金速拳啦，下马威，哎呀，麻痹埋，好，阻路啊！灯眼黑制好，你慢慢黑制啊！不断灯眼 ，OK。之后音速拳，哇，佢黑制，诶、欸，好啊！嗱，魔娃娃就系隔诶火系照用隔技啦，冇啊 ，OK， 搞掂。道具探测，即系可以搵道具，无球。好啦，我哋唔好打住。但呢个一定要打我，我姑鞋，我已经预见到你啦，你嘅目的啊，我系唔会输，觉醒力量，啊唔好啊，搞咩啊猛虎猴，呢度会唔会见到我呢？我都系会见到我嘅，先不如食个药先啦，会二十血好过冇啦。X 奇怪，搞掂你啦！啊，唔好啊，唔好 ！Oh my god， 佢有咗坚眼真系好麻烦，小奇怪，即系话一定要两下打死佢啦，除非你系有风寒乱爪啊嗰一类啦，如果唔系系冇眼一下打死佢，或者天气啊，靠天气就可以打得赢啦。不良蛙。音速拳超音波搞掂，全 PP 增加剂，好 OK， 我攞埋树果先，原本谂住唔攞，不过谂翻起都几有用，就攞埋啦。好啦，攞埋碎石先，碎石之后打雷系，雷系我都惊唔够打，其实。小光拉奥拉斯火技，咁我谂呢一个嘅雷道馆咧，多数都系小奇怪位居多嘅，所以我只火猴有利咁，但系佢有坚硬特性就比较麻烦。光电丝一嚟已经电视波啦，好，雷电球音速拳啦，好，哇！我点解佢开两下充电嘅？发生咩事啊？哇！好搞掂，打呢个雷道馆最麻烦就系麻痹，因为啲人嗰啲训练家咧，通常都会配一招嘅电磁波啦，所以一嚟已经麻痹咗，系非常之麻烦。咦？蛇纹熊？都有蛇纹熊？不良蛙用火焰车啦。我鍾意闪光嘅嘢，咦？佢唔係雷道馆嚟咩？点解变咗虫同埋普通系嘅头先？咁如果唔係雷道馆就好啦。好嚟啦，又係雷电球啦。啊，其实我一嚟用挑拨咪得囉，咁佢就唔会放呢个电磁波呀、啊、或者咩。哇，大爆炸！李家超 ，OK。
Cube， 哇，冲浪美加超，犀利！哇，唔系好掂，我估唔到有冲浪美加超啲咁黐线嘅，谂谂先。其实都唔一定用 Tube， 比加超嗰度咧就唔好用 Tube 啦，直接就用火焰车或者格技打去 ，OK， 试试先。如果唔得就要升你啦，火焰车100,000复得，密攻照用啦，搞掂。比加超就火技。OK， 搞定。哎呀，麻痹咗，自爆磁怪，吸咗佢个咩先？吸咗佢个坚压，然后用追击，系啦。咁咧就会扣一滴血。之后如果呢一度咧，好彩用到音速拳嘅，死啦！哎，打唔死。好，冇计啦。原本谂住好完美，可以一下打死，不过佢实在太高防，完全入都唔入肉。好啦，咦，得啦，好，嚟啦，跳步先，火焰车，大爆炸 ，OK， 而家超照用呢个火焰车，自爆刺激用佐罗亚，你走，好，用火技会唔会痛啲呢？诶，争啲音速拳，哦，搞掂，32你啦，雷伊贝，火焰车啦，保护，哇，冇啊，打得中，唉，又死咗。其实我只嘅晚花应该就嚟进化啦，32咧应该进化啦，差唔多，一嚟已经10,000复得咯，醒咗喎，馆主。识學習喎，居然唔用呢个嘅咩啊？噪音喎，进咗化喎佢睇嚟，自爆磁怪，三个攻击，好啦，烧啊，好唔得啦，可唔可以升升呢先啦？今次一定赢啦，我已经进咗化啦，我哋嘅烈焰猴。一嚟火焰车啦，同埋我招超劲嘅技，就系、是、近身拳击，佢冇可能会，我冇可能会再输。哇，又麻痹，点解会咁噶？咁点搞啊？一嚟又麻痹咗，音速拳啦、啊，唯有音速拳啦、啊，唉，又麻痹，又唔中，我即刻输咗，仲输得快过未进化之前。果然我都系要靠运气赢到啊！呢一度 ，OK， 火焰车，火焰车 ，OK， 得啦，今次已经冇意外啦 ，OK， 100,000复得，呢度直接用近身拳击定火焰车好咧？近身拳击好似系减防御同埋特防嘅，火焰车咧，好搞掂。近身拳击搞掂啦，系啦，减伤防嘅招技。啊，我输啦，呢个俾你啦，梗系输啦你。用烈焰猴喎，焰猴呢个重实太屈机啦，因为火格斗系几犀利嘅呢个属性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几劲。咁佢呢个嘅格斗又可以打埋呢个岩石，系啊，系咯，可以打埋岩石，其实几有用的。火技好，不过相对嚟讲咧，咁啊属黑属性啊，自然多翻少少啦。好似系唔怕岩噶嘛，呢个火格斗音速拳。希望可以快啲攞啲精灵啦，好想攞我自己抽嗰啲精灵啊！我揾到色碎岩嘅精灵啦，就系、是、李奥路啦。咁佢就生我出嚟啦，加密攻减特防我唔会用噶啦，咁啊纯粹睇一睇啫。咁佢而家一咧嘅就恢复翻而家新版咧，新版系生蛋出嚟就系一咧噶嘛，就唔系之前嘅，之前系五咧嘅生出嚟，咁而家就变咗一咧啦。好，直接快啲过啦。好，我记得呢个火山度好似系有精灵嘅，
如果冇记错，好似有火马嘅，咁就可以升一升只火马啦。咁然后念后就可以掉低啦，可以唔要啦。好，虽然真系好犀利啊，好想用，但系都系唔用嘅。OK， 就到啦，距离不远啊。唔好阻挡我啊！你班咁嘅岩石友，你班行山友，唔好谂住阻住我啦。小拳蛇，打死佢！音速拳。OK。111血，啊只脚抽筋啊嘛，帮我攞个电话出嚟。诶，系咪喺度？火马，我唔系要龟嘅。呢度应该系火精灵嘅火属性精灵嘅聚集地啊之类啦。诶，唔系，我唔系要出去，唔会冇火马啊呢度。腕力都有啊呢度，得龟同埋蜗牛嘅点解？毒气丸。好睇过啦，呢个火马咧的而且确喺呢度捉嘅，咁但系唔喺呢个火，唔喺隔篱嗰个熔岩洞、岩浆洞啊，唔知咩洞啊，就喺呢个嘅草地度好似有火马，然后其余咧都系劲远啦，所以冇办法捉嘅，所以火焰车，好假面长眉 ，OK 打埋呢、這个，可以岩浆石捉到嘅精灵啊，好啦 ，OK。好嚟啦，火马火马有啦，火马终于有啦，但我怕打死佢。好，变身变身咯。OK， 火焰车火花撞击撞击，然后捉佢捉。好，咁因为呢一个嘅《七日的魅影》咧嘅联盟啊，或者梦世界咧。都是劲难打，咩叫梦世界？即系好似打完四大天王有个地方嘅，嗰、那个地方就系俾你打翻之前嘅冠军啊，阿 Red 啊，希罗娜，仲啊大五啦，道好似都有份嘅。咁所以我想教一教速度，加速度减特服，其实呢个都几犀利嘅呢一个呢、這个性格，加速度减密攻，低能，受火系攻击，火焰力量上升。OK。看看先啊，加速度减特防都其实不用得过，因为火技呢，因为火属性最惨就是雨水啊，雨水那些啦，雨水啊，地面啊，岩石啊。好，看过这个小火马的能力值呢，是都挺差下的，那特工的个体值呢是一啊，完全是不入流啦，因为这个火技。不过其实我玩速度型，咁但系佢嗰个速度都唔系话十分之高嘅，佢系得14-19嘅个体值啦，或同埋呢个攻击24-29，然后血量系0-6 ，OK， 所以都几渣下嘅。咁我相信，咁我咧就会去捉过另一隻嘅 ，OK。咁啊，今集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集翻嚟继续，我会用小火马嚟打下一个道馆噶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